谢谢。其实我在学艺的过程当中，应该感谢于谦老师对我的帮助。您又客气了。我们哥俩到今年合作12年了，对，还真是，这不容易。嗯，我得感谢谦儿哥。您客气。经过合作，发现谦儿哥是一个好人。您老话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嗯，但是您算是一个完人。哎，还完人，一个快完了的人。我还要死，完美的人。哦，完美，完美的人啊！不要客气，这个人没有任何的缺点。嗨，他是一个君子，他很善良，他不说谎，不害人，不骗人。你先，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等会儿，您这是什么意思？我来个避雷针。哎，干嘛夸我来避雷针？说谎话是要遭雷劈的。嘿，我算是一个君子。哎，行了，别说了，是好人。行了，别说了。嗯，我算知道你是怎么死的了。什么话这叫啊？说相声就这样，理儿不歪，笑不来。哎，是什么叫艺德？嗯，艺德体会在台上。哦，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没错，对得起您每一张票钱。哎，所以说一定要让各位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对。那么有人说了，我不喜欢听相声。哦，怎么了？嗯，可以，也允许。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是啊，说指望一个人或者一个艺术形式被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嗯，这是不可能的。真是这样，你花一个亿拍一电影，嗯，我就不爱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了？也就不看了呗。实话实说嘛。嗯，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欣赏角度。是，有的人喜欢人家听交响乐，哦，高雅音乐，那洗得干干净净的，嗯，穿上小西服，把脖子后边都退干净了，嚯，到那儿一听，嗯，什么模样这是？哦，真好！哎，呵，这个味儿啊！嗯，听一晚上，也不让鼓掌，也不让动换，也不让叫好。啊，那是吧？说相声你喊咦，这行。嗯，交响音乐你跟那咦啊？你给保安找事吗？这不是啊？哎，就请出去了啊！揪着脖子轰出去了就。嗯，有人喜欢看京剧，哦，国粹，国粹啊，唱念做打是。有人喜欢看二人转，哦，说唱伴舞绝也好，草根文化。嗯，啊，有的人喜欢看电影。哦哦，大片儿，嗯，于老师就是新来的片子准得看啊，肯定欣赏一下，而且盗版盘不看啊，就看正版呀、啊。到电影院去，第一支持正版，对，第二效果不一样，哎，声像啊，准是头一轮啊啊，不管什么大片头一轮于老师买票看，先看啊，你这之前也不是什么时候忘了，嗯，还诚心的上香港去看电影去是吗？没听说我上香港看什么的，就咱不懂这个，因为我不好这个啊。你看我听个戏，嗯，听听大鼓，看个曲艺，嗯，看个书就得了。哦，还有的人喜欢看电视，电视打开电视，嗯啊，瞧瞧综艺节目，嗯，哦，非常了得啊。哦，您的节目，郭德纲的节目，对，哎，没意思，不看，看个电影频道，这可以。三笑才子佳人，嘿哈。您把电视台包了是怎么着？啊，这就说说个热闹。嗯，我那个戏有什么看头？不是，对吧？郭德纲拍的都是烂片儿，至于演的唐伯虎，他哪像唐伯虎啊？不像吗？不过于老师演的华夫人倒是本色。哎，那能是本色吗？那，所以说人各有志，是不可强求。对啊，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形式的曲艺或者戏剧，哎，这可不少。到了唐山呐、啊嗯，到了天津呢、啊，听评剧的居多。对啊，天津还有地方的曲种，天津石调是啊。到了唐山乐亭地区，乐亭大鼓好听。你到东北，人家听二人转是啊。山西听晋剧，哎，广东听广东粤剧哦，上海听沪剧嘿啊。到了山西听晋剧，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乡土气息非常浓郁的艺术形式，地方特色啊、嗯。那么到了河南地区，嗯，有一种曲艺形式是脍炙人口，什么呀？河南坠子。哎，这个在河南火极了。哎呦，那是红遍了河南呐。啊，很简单，是吗？一个唱的，一个乐队。哦，乐队这拿这胡琴呐、啊，嗯，叫坠胡。哎，给坠子伴奏嘛。哎，一拉这弦儿，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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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啊，就这味儿。你听着就这么亲切。嗯嗯。演员有男有女。哦。当年北京城也曾经有过坠子演员。是啊。但是现在曲艺整体的没落，嗯，所以咱们这儿见的少了。哦，唱的也少了。河南当地有，嗯，尤其是往前倒，嗯，
倒出几十年去，那个名家辈出啊，好角多。说这么一个人，您可能有过耳闻，您说一说。河南地区的坠子皇后叫乔清秀，哎呦，这可是大家，有个外号叫盖河南，盖河南，听人家这名啊，盖河南，嗯啊，把河南唱坠子的全盖了，多好。以后给您也起一个外号，我叫什么？盖北京及周边各县。哎嗨，哎呀，我这没往市中心来过是怎么啊？这是我们相声界的郊县天王。哎，这好，净六环以外了我。嗯，挺好啊，就说明您的艺术乡土气息浓郁。哎，对，胆胆吧，这您别。哎呀，说到哪儿忘了？我好吧，我们重来啊。哦，于老师是一个好。哪儿来呀？从哪儿来呀？打避雷针开始吧。啊，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咱们说到盖河南，对，乔清秀唱的真好啊。嗯，表情生动，而且在当年倒退好几十年哦，他就把好多地方的方言嗯转换成了接近普通话的语调。哦，有特色，让更多的人能接受。哦，值钱值在这儿了。嘿，这说起来几十年前，嗯，你现在听他老唱片，嗯，你觉得哎呦，感觉出来好多就是普通话唱的吧？哦，值钱值在这儿，而且声情并茂，就那么好。要唱个悲惨的段子，那全剧场人都跟着掉眼泪，还都能哭了。真好，真好。我听过唱片，嗯，我都觉得哟，好角儿。哎，看，啊，这么着吧，今儿咱们封箱高兴热闹。您给我们来了，得学学这盖河南乔清秀，啊！我谢谢各位，嗯，术业有专攻，嗯，啊！我这个这方面下功夫下的不足。您客气了，都知道您能唱，尤其是地方戏曲曲艺，咱们您给我们学学这个，咱们大伙儿爱听不爱听，啊？学不用多，学一段。啊，谢谢各位的抬爱 啊！因为我们年轻，嗯，也没见过这位老师，哦，只是听过唱片。是。另外，河南坠子离着北京这边远一些。嗯。如果说人家是一座高山的话，您我只多学人家上面一粒沙子。您太客气。啊，就您感觉一下人家那个气氛，嗯，把握整场太高了。是吗？我这根本一点都不像。那您是怎么导致的？人家那个烫头穿着旗袍那个，嗯，就是反正是那么个意思啊。你看，还真是认真，啊，是女演员，她不是男演员。哦，这得分清啊。当年老年间评价女演员说叫色艺双绝，是艺术也好，长得呢也漂亮啊。哦哦哦，这个纸大褂，嗯，这也不像，嗯，因为人家那个是那个旗袍，旗袍来说呢，比大褂就短一些啊。我就作比成样吧，是吧？嗯，很像了，很像了，嗯，是那个意思。嗯，啊哈！你要干嘛？您这是干嘛？旗袍里边都得露着大腿，你不知道吗？但是人那大腿上可没有腿毛，捞鱼去了是怎么着？您这让各位见笑了。您这个，这是你们哭着喊着非要看的。对。哎，前后门上锁，我看谁敢走啊！哎，要了命，咱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也没带着丝袜。行了，行了，行了，嗯，就这样吧。挺好了，行吗？挺好了，嗯，我们底线也就到这儿了。我都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好意思。您放心，我们比您还不好意思。啊，好吧，好吧，好，嗯。还行啊，还行吗？我就是没你白，真的。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这白不白的不碍事，凑合瞧吧。嗯，还是这个意思啊。嗯，过去的剧场它是这样的，都是小茶园。哦，茶馆。没有主持人，下面听什么演什么，嗯，没有。那怎么算开始呢？他舞台上过去有一个电铃。哦，这个乐队的老师一跟着坐着，嗯，得坐一场。哦，可能四五个演员都是他一个人伴奏，是，所以这儿有一电铃，他一摁，噔，哦，演员就上场了。哦，是这么个意思。嗯，您就受累摁下电铃。那我摁电铃就算开始就可以，我就上场，我就咱们我就在这儿，就好比就上场了，啊，上场开始学坠子皇后啊！哎，您瞧皇后这德行，哎，来吧，你这样鼓励我，我会骄傲的。听得出好赖话来吗？您，您快来吧。你们确定是要听是吧？这大过年的你们怎么想的，这那咱们瞧瞧吧。
那时候就知道漏哈、啊。来，嗯，嘚儿，这是那坠子那板儿啊！哦，板儿。嗯，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腊月三十正一年。定场诗。今天来了不少人，来捧我们这儿唱坠子。是。刚才那场是坠子。嗯。这一场也是坠子。全是。下一场还是坠子。开会来了是怎么？今天全是坠子，你就说全是不是就完了？唱不好，客气。好不好的各位是多多的原谅。嗯，经时不到，学艺不高。哦，我们也是非常的年轻。嗯，老少爷们儿，你们多把撂下，多的帮忙啊、嗯！唱哪一段呢？唱段三堂会审，一堂春。好，把弦子拉起来。咱要唱这回三堂会审，玉堂春。哎呀呀呀呀！这就开始唱了啊！哎，就唱，声情并茂啊！哦哦，从上到下所有的劲儿全使出来，好，让你看这个演员贼。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嗯，您千万别忘了，现在这是旗袍啊、哦。习惯了，廖大官啊。嗯。三堂会审。玉堂春，您唱。我本是北京城青楼女子，结交相王三公子，他是南京城里的人啊。噔楞噔楞噔噔啊，噔噔楞哒楞哒楞哒楞噔。我们两个人那是相交足够二年半，花的他囊中空虚一根冷，无有分文，最可恨，老王八宝儿他多没心狠，我的大人呐、啊，把我那三哥哥赶出了院门呐、啊，噔楞噔楞噔楞啊，噔噔楞噔楞哒楞哒楞的噔，我命老妈把东西买呀。回来他就说起玉堂春，闻听我那三哥他就摇了房，一根隆咚一个隆咚咚，小奴啊，一个隆咚，一个隆咚，好意思惹身子摔在我那凉水盆。嗯，瞧这个好，大郎大郎，你俩弦儿跟着哭什么呀？这说实在的啊，啊，这唱这个是最难的了。是啊，声情并茂，嗯、啊，包括动作啊，姿势。行行行，啊，您注意，千万注意这个吧。哦、啊，这路坠的这就属于是文坠。啊、这也分文坠吗？悲悲切切唱故事啊！哦，我可以先放下来了吧？哎，早就不应该撩上了啊、哦！这路坠子叫文坠子哦，还有一路坠子叫武坠子，还有武坠子。你听这名武坠子啊，文武代打哦，还打，很少在咱们这边演出。嗯，现在有在利比亚那边的
啊，没听说利比亚听坠子，塞尔维亚那边都有，哦，都有哈，那个很热闹，是吗？唱都是五段子，嚯，三列国东西汉啊，什么瓦岗山。哦、啊，金刀铁马，哐当当一开打、啊，那个坠子热闹之极，可看性很强。哎，这么着吧，嗯、您再给我们学一学这五坠子，好不好？这没见过。五坠子呢，也是有男演员，有女演员，也分。我来学一个这个女演员啊，你要看，咱就别学男演员、女演员，咱就学这坠子腔。这个我一人唱不了，一人唱不了，哎，一人来不了，因为这个五坠子呢、嗯，我这边唱，那边还有拉弦的。哦，这需要弦。他这个拉弦的乐队是一起表演。哦，我来这边，来不了那边啊。那没关系。怎么了？我给您来这弦儿，这拉弦的，怎么样？哎呦，你是真的吗？可这当然可以啊。你把腿撩起来，我看看。哎，这不嗨、嗯，拉弦的看什么腿啊？真行啊！可以啊。那您可受累了。那么挺客气。今天咱们哥俩合作表演一回五坠子，展示一下失传的曲种，大过年的风箱，咱们热闹热闹啊！好啊。嗯，好，咱们唱回五坠。您来这个伴奏的老师，哎，弦师拉坠胡的，对，需要坐在这里有一个凳子才好。哦，那我来吧，凳子有吗？哎，我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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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搬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来呀，你来吧。这说便宜话的，这一点意思都没有啊！这哪里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吧，这就开始了。好，这个五坠子也得简单的化化妆。好，我这袖子刚才就不该弄下来啊。哎，化妆，化化妆啊。嗯，因为这个抬手动脚了，他会方便一点。哦，哈，就这个轻易都不爱演这个节目。嗯、我这弦儿，哎，就来这就行。好比这就是弦了。好吧，好吧，嗯。哎，我就来这个啊。啊，你们先来。谁呀、啊？真客气啊！我把这扣姐往里边翻一下啊，方便点。嗯，我还翻领子，那错不了，五坠子嘛是吧？五坠子就翻领子，那当然了。你给家打一电话吧。您要干嘛呀？不是，因为你在这儿演奏五坠子，不知你家里放心不放心？我这有什么危险吗？没有，没有什么危险，没有危险啊。然后或者你发个微博也行，啊，有点什么事儿不好随手拍解救你。我瞧我今儿要悬呢，非常简单啊，是吗？干嘛还蒙头啊？那当然了，无坠子嘛，是吧？啊，这全是特点。太好了，哎，你不改主意了是吧？我们大伙儿都要看啊。谢谢大家啊！哎，你们这就是看出殡的不怕殡大。那个问一下，一个舞台上就是还有没有铁棍子之类的东西？干嘛呀您啊？就是一会儿他坠子那个板儿最好是有铁板儿吗？那都是弹板啊。哦、这个这不过瘾。我确实没带，这头也行。好了，我都准备好了啊。我没准备好呢。我拿电话去要。你别来不及了啊。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了，你是应该准备一下、最起码要试一试丝弦的高矮、哦、也不知道你的吊门怎么样。我吊门应该是够得着吧。你试一个过门我听一听啊。我试我听听过门。哦，嗯，过门脏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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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啊。哎，对对，哎，就是这坠子就这味儿、嗯、但是这个低了，我这个吊门高，您再高一点。 哦对，也是脏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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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啊。哎，真是个好演员，一说就行啊！调门高，再高一点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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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这差不多，可以了，可以了，是吗？跟刚才一样啊。哦，你摁电铃，我上场，可以。您准备好了吗？那我准备好了。我可快乐了，今天就算是我的生日了。怎么这么过瘾呢？这个。来一武士道啊，这是斩斩青天不可欺，张飞何短荡江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斩斩青天不可欺，
张飞何端荡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您等会儿吧，这都不挨着呀。不挨着啊，不挨着就对了。还对了，五坠子就不挨着。哦，全不挨着，多新鲜呢。嘿好，坐那儿。哎，此举提纲挈领，不信学徒不刮屌丝横门熊儿，我今天唱一回坠子手。嗨，把弦子拉起来，我要唱一回坠子书。打了海了，夜了鸭路海呀，打了了夜了海呀，嘚儿嗨嗨呀嗨！别说了，什么玩意儿？你这是？你吓我一跳啊！你打快差点没给我打死！你这一下怎么了？我怎么意思？说着说着打上了五坠子吗？五坠子就是打人呢，那还等多噻？真打！我问了三遍，你非得来这个。好家伙，我拦得住你吗？你说谁要听这玩意儿的？拉弦儿吧，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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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啊！这完了，开了！哎呦我这货，你活不了，谁活不了？你要疯啊！你这是，你要死是怎么着？怎么干嘛呀？上来这玩意儿，我已经开始表演了。您这是表演了？我这都唱上了，我还以为要咬人呢。您这瞎说，唱什么呢？要罢了钱，要罢钱是？对，就是过去那个园子里边不是卖票，哦，都是打零钱，要罢了钱嘛。哦，要罢钱，要罢钱，书归了正，咱们就开书了，这就唱了。那还等什么时候？这不完了吗？来吧，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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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啊！要罢了钱，书又归了正，他管拉，我管唱，恁乐管听。这不是废话吗？我管拉，你管唱，大伙儿管听。对呀、啊，我不拉，你不唱，大伙儿呢？那就别听了，那就还是的呀。拉弦儿吧，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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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啊！爱听文来，爱听武，爱听见了你了，爱听个中、嗯，爱听文的那不会，嗯、爱听武的我是木学生，半文半武我也唱不了啊，苦辣酸甜全都不中哎。那别唱了，那就。全不会，您唱什么呀？拉弦儿吗？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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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啊！是方才唱的是响马砖呐、啊！噌噌噌噌啊！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噌噌噌啊！列位明公往这儿看，您听我一五一十，我表个正宗哎！噌噌噌啊！是方才表的那叫何人登？表表八爷笑落成。表表八爷笑落成哎，噌噌了噌了噌噌噌噌啊！咱要拆，咱就都拆了他，谁也别干，行吗？我正在表演，不要打扰我。什么玩意儿？桌子都塌了，快拉弦儿吧！噌噌了噌了噌噌噌噌啊！这个罗八爷呀，噌噌了噌啊！这个罗八爷呀，噌噌了噌啊！跟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迈步就出来正厅啊！什么玩意儿？这是怎么了？爷儿俩不是哥俩？谁说哥俩了？你说的？谁说的？你说的？有人听见吗？嘿，大伙儿听见没有？我听了。嘿，你看看，没听见吧？罗成爸爸罗毅，你看看，您这人怎么那么不厚道啊？这个，你看今儿要有一个说听出来，我死去。嘿，有啊。哎呦，你们打我了！讹人谁不会啊？没有这么矫情的。拉弦儿吧，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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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啊！罗八爷呀，噌噌了噌了。这个罗成好拜八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好拉皮儿吧，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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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啊！连人带马把城上啊！哎，这下来啊，马也上城啊！你拉弦儿吧，哎，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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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啊！若问这马。他怎么上了一样你哎脏脏了脏了脏啊啊一样你哎脏脏了脏了脏啊一样你哎脏了脏了脏一样你什么毛病啊这是唱
唱不唱啊？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上去了，噌噌了噌了噌噌噌噌啊，这位将官呐、啊，噌噌了噌啊，左手拿着一个套毁的耙、嗯，右手拿着一个大哨兵啊，什么武器？噌噌了噌了噌噌噌噌啊，各位将官呐、啊，手使着哨兵他朝下打呀，哎，这是，哎。不是，这怎么意思？五坠子吗？五坠子就非打呀！你过来坐着，来。我还坐什么呀？啊，有人管没有啊？嘿，郭德纲又打人了，嘿。没有。什么意思？怎么回事啊？你管管啊！我这刚下飞机，是郭德纲打什么了？不是，你们这啊，别信这个。太暴力了啊！怎么了？太暴力了！这说唱唱五坠子，前后这通打，这受得了受不了？有什么办法没有？大伙儿又要看，咱又不演不合适。那你们不是这五坠子非打不可？非打不可？那你给我点什么？那你嘿，帮我们忙，给我点。得亏是我来了，换别人不行。啊、你有办法？我这新买的，我还没用呢。什么玩意儿？来。这是。这行吗？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行了吧？行了吧？回见，别走，回来啊！你回来，你过来这边来。怎么了？这大伙都知道啊。啊，这我师弟侯震，是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啊。刚下飞机，你什么意思？我只打不过他。啊？啊，这个是差的啊，就是啊。是差，您来这。太好了，哎呀，我招你惹你了，哎，快来，我都等不了了，快来。这太过瘾了，这个啊，不是咱们俩非弄一两败俱伤，我跟您说。不是怎么着不让用啊？这来吧，那就、啊、不让用你就搁这儿，你这真不让用啊？那可不是吗？那倒也是哈、啊、咱谁都别用这啊，那你也不用了，好吧？你瞧这事闹的啊！他说良心话，我爱跟于老师一块唱坠子啊，这是个高人，你知道吗？还高人？您来好过门，咱接着唱，大伙儿都等着呢。哎，咱们接着听啊！噌噌了噌噌噌噌噌噌啊！两军阵前打了一仗啊！噌噌了噌啊！人似猛虎，马赛蛟龙啊！噌噌噌啊！这位将官呢、啊？噌噌了噌！忙向这个怀中一伸手。他把这法宝拖在了空啊，噌噌了噌啊，说你看法宝啊，噌噌噌噌发，下面请您欣赏由郭德纲老师新创作的节目《我要幸福》，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这会儿人比刚才又多了，哎，我多了一个，真清楚还、哎。哎呀，看着大伙儿我很痛快啊、哦。很多人对我们不是很了解哦，很多朋友今天是头一次来，对，介绍一下，嗯，主要介绍他，干嘛？主要是我，这个人叫于谦呢，啊，对，是我，我的偶像，嗨，谈不上啊，著名演员呢，没有。了不起啊，没什么，往这一站就精神啊，他就这样吗？多精神，看这脸啊啊，眼睛长得跟丸子似的，丸子，耳朵长得跟饺子似的，哦，鼻子长得跟蒜似的，啊，头发跟粉丝似的，胡子跟海带似的，豆皮的嘴，蚕豆的牙，啊，东北乱炖的脑袋，啊，一盆菜呀、啊。有名啊，谈不上有名，到哪儿去人们都羡慕啊，我就羡慕你。哦，您喜欢我？我什么时候能像你似的？嗨，很幸福，人家啊，倒是挺好。有名的人好混啊，干什么都行啊。也不见得。说我这个什么时候算一站呢？您怎么了？我看见人家有车，看见人家住洋房，嗯，我打心里就羡慕。哦。你说我追求幸福生活有错吗？那是对呀、啊，是不是？好啊，我必须要幸福。对，我得创业。好，我要发财呀、啊！发吧！我首先得有个好身体呀、啊。哦，
锻炼身体。好在我不喝大酒，哦，没这毛病。我不打麻将，不爱玩牌，我就是烟稍微勤了一点。哦，抽烟。后来看电视有个健康节目啊，说抽烟有害健康，容易猝死。对，吓坏了我啊！一咬牙，一跺脚，打这儿起戒烟了，不看这节目了，把节目给戒了。怎么想的？这是您为了我的健康啊？不是为健康吗？这个，我要幸福啊！啊，我怕人家瞧不起我呀。倒是，我是一个正经的人呐。哦，出身清白，老牌的良民呐。十八般武艺渐渐稀松，热心肠好帮忙。嗯，有困难要帮，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帮。您净给人制造困难，我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哦，门口啊，那加油站把我气着了。那怎么招您了？他们都开车上那加油去。对，加200块钱啊，加300块钱是加完了还有礼物呢。哎，人给个报纸什么的，你给地图啊，那更好了，大地图一人来一张。对，我也去啊，推着我那小摩托，摩托车加10块钱的，10块钱加完了啊。哪儿领地图？我要奔地图。你要那边干嘛啊？你这能到哪儿去？开不远。不是加油就给吗？啊，给我一张吧。嗯，你上哪儿？你告诉一声，我指给你。指就指着了，好嘛，气死我了。啊，甭生那闲气，瞧不起我。嗯，啊，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是啊。啊，我给你做个样子看。干嘛呢呀？我门口有一家粤式的茶餐厅。哦，他们有钱，早晨都上那儿吃早点去，喝早茶。我也去。您去啊？我干嘛凭什么就炒肝打发了？哦，不行，大步进去。好，掏100块钱。嗯，啪，嚯，来100块钱早点。100块钱早点？对不起，先生，不卖半份儿。好嘛。哎呀，100块钱才买半份儿。太伤我自尊心了。这确实是。中午我又去了。还去？还坐那桌。哦，还找那服务员。嗯，有龙虾吗？龙虾啊，先生有。哦，有2尺长的龙虾吗？要这么大。好，我给您看看去。嗯，一会儿回来了。对不起先生，有2尺2的。什么破饭店，连2尺长的龙虾都没有。啊，来盘土豆丝。哎，还是土豆丝儿啊。那个我报仇了，我啊，报仇了，我给人要短了。我不能比别人次，您得比别人好。别人有的我都得有。是啊，别人没有的我也有。这正经，我上门口那串门去啊，家里那大个的等离子电视。哦，我也弄一个。您也买一个？找朋友给我传一个。等离子电视还传你？传一个，啊，一面墙那么大。啊，那么大，坐屋里看大电视。嚯，摩托罗拉牌的。对，摩托罗拉出电视嘛？看着看着没人了，电视出声音啊！您收看电视不在服务区里啊？好嘛，电视都不在服务区了，太缺德了！哈哈，啊，哪儿说理去？哦，这300块钱白花了。您可不是白花了吗？这个，我怀疑他找木匠给我打的。不，那也出不来声啊。反正我要幸福啊，我要做一个人上人。好，我听交响乐，我看芭蕾舞。好，我看踢踏舞。行，打国外来踢踏舞啊，嘚嚓嚓，我喜欢这个。哦，您爱，我就喜欢踢踏舞跟快板，你让别的快。您这不挨着这俩，差远了这个。一样，一个手里响，一个脚底下响。哦。坐着看，坐头一排。好，噌嗒噌嗒，噌，还分一只鞋里。鞋？我人有失手，麻乱提啊。啊，转天我又去了。啊，好奇这个，我想凑那只。那
弄鞋去了，上哪儿？凑一双多好啊！啊，我要幸福啊！好，您要幸福，对，不能让别人比上。嗯啊，走到大街上，我怎么能够发财啊？想吧，那就我怎么能够幸福？身边过辆车，哦，大奔，哟，日过去了。头天下的水，下的雨啊。你哪单位的？你们都是？还欺负人？你看见了吗？您这听相声都欺负我，你看看。你这大奔多可气！他压着他走了，走了一身水。哦，啊，都湿了。呼，啊，气得我呵！不是你了不起啊你？嗯，你开大奔了不起啊？这是欺负人。你买车的时候没教过你五讲四美吗？啊，买车还讲这？啊，你不就比三轮车多一罩子吗？你？差远了吗？你以为开车你身份就高了啊？你教育好了是个流氓，你知道吗？还教育好了？啊、转身我找一砖头，嗯，拍他我，嗯，打边蹭蹭过俩警察，住手、哦！干嘛呢？逛街呢？说这瞎话干嘛呢？身份证、暂住证、嗯、就业证，我是本地人。本地人有拿着砖头逛街的吗？外地也没有啊，这个。您听我解释，我是好人，真的，您别多想。嗯。哎，一回头，我有证人。谁？我女朋友打那边过来了。哦，对象。哎，你我有证人。啊、哦。我女朋友跟她男朋友打那边过来了。这，您再等会儿吧，等会儿吧。您啊，脑子有点不好使了。现在，你女朋友跟她男朋友一块儿过来的，多可乐！这有什么太可悲了？这个，这怎么过来呀？这个，就脸上挂着就过来了呗。这行，您甭说这姿势，杨花，杨花，杨花啊！我女朋友，您女朋友叫杨花？哎，杨，复姓水姓。水性杨花啊！来来来来来，找你俩月，你也不回电话啊、哦？这是谁啊？嗯，这我男朋友。哟、哦，你好你好你好，还真客气啊！他比我还客气了啊！哎呦，前辈你好你好你好。行行，甭弄这词儿了。你怎么回事，杨花？我找你找不着啊！啊，我忘跟你说了啊，咱俩散了得了。你啊，你我这俩月没见着你，我下岗了，我啊，这也下岗，我现在很不顺呢啊，我做生意不挣钱哦，我那朋友们也都弃暗投明了啊啊，什么话，就剩你了，你不能这样啊，我对你一片真心呢，哦，为了你除了死不值别的都值，那就不怎么样，您这个别废话啊，别废话、啊、我告诉你，你这人呢，吃什么人没够，干什么人不行哦，知道吗？走，咱走，咱走，咱说好，祝你幸福啊。没羞没臊，他很幸福了，我怎么办呢？我是啊，气得我拿板砖，我告诉你，我砍人家。警察问我你干嘛，我扔边省得绊人。这回学聪明了，心里不是滋味啊！啊，难过了。我的幸福人生在哪里啊？啊，一看表该吃饭了。哦，旁边大饭店，推门就进，何处去？我进去了，不过了。哦，拿个菜谱来。先生，您吃什么菜？不要菜，不要菜，不要菜，炒饭，好吃饭，鱼翅炒饭，好、哦，80一碗，好，在这个鱼翅炒饭，我喝出去了，不过了，好好，80一碗鱼翅炒饭，嗯，一会儿端上来了，嗯啊，拿筷子找，什么？用了3双筷子也没找着鱼翅，找鱼翅吃，把厨子给我找来，嗯，厨子来了，大胖子，嗯，干嘛呀？我问你，我80块钱鱼翅炒饭换了3双筷子，我也没找着。嗯，你能告诉我鱼翅在哪儿吗？啊，我叫鱼翅啊，好嘛、啊，太背了，这简直是。见到您很荣幸。您忙您的，谢谢。跟谁都不落礼，这倒是。他
走了，我哪吃得下去？没有鱼翅，您哪吃得下去？我是一个很有自尊的人呐、啊。嗯，站起来哦，奔洗手间，上洗手间，站在大镜子那儿，嗯，拿水把脸喷湿了。哦，哎，唠一唠。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跟镜子说，郭德纲啊，我佩服你，凭着你奋发图强的精神，是一定会打出一片春天，唱喜歌呗，你会成功的，你会成功，祝你幸福啊，你一定会幸福的，嗯、啊，对，转身出来，嗯、啊，站在洗手间门口，嗯、啊。心平静很多，好，有打对过洗手间出了一个男的。再进去，怎么就没人告诉我一声呢？这还用人告诉我？这个太危险了啊！我撒腿就跑，好吧，后边两波人追我。怎么两波？一波是那厨子，把那鱼翅钱给了。嗨，男女出女厕所，出了一女的，嗯，俩人杠子，打他打他，也逮着，就是他，我都不敢出来。他冲镜子胡说八道啊！大伙儿过来，这顿打我呀！揪着我这脑袋啊，我撞，嗯、啊，旁边有一卷帘门，嗯、啊，拿我这脑袋，当当当，嗯，门开了，出来老头，买什么呀？是买东西吗？这打人呢？哦，哗啦啦啦啦，哎，瞧这人缘混的吧。我虽说闯荡江湖行侠仗义，可我也是个凡人呐、啊、挨打也疼，喝多了也吐，废话，强挣扎着往前走啊！为什么这样啊？我要幸福啊！啊，那没错，凭什么他们都汽车洋房住别墅啊？喷点香水花4000啊？我们那胡同就没出过一月挣1000块钱的人。是啊，蹬自行车上班去，上足了这一月挣400块钱。好家伙，洗头用碱面，吃一咸鸭蛋过生日了，住贫民窟里了。我要发财啊！嗯啊，我自己跟自己发誓哦，走到大街上，我自己喊我要幸福。跟谁？正往前走呢，后边汽车响了。嗯，一回头，来了好几辆，有城管的，哦，有联合执法的。嗯，我撒腿就跑。哎，您跑什么呀？管着吗？跑跑，那不像话。跑过3条胡同去啊，路边有一烤羊肉串的，哦，架子上都是200多串，我一把揽过来，嗯，吃完再给钱啊。啊，正吃着呢，联合执法这车来了，这小子抱着炉子就跑。哎呀！这个办法啊，吃烤白薯也行，买光盘子都用得上，反正摆摊的都行，都用得上。我要幸福，别老提这事儿。我一定要幸福啊！我不能这样活着了，怎么？光吃点羊肉串我就满足了吗？不知足，对吗？啊、第一步，第二步，我争取我每个月我挣50万。穷疯了吧你！我就打今天开始，哦，这50万，我一个月我最少挣50万。怎么挣啊？我哪怕卖肾去，我也得挣够50万。您这一个肾都不够，再卖你一个。哎，我呀，搭、着我干嘛呀？我一定要幸福啊！啊，我干买卖，干买卖，干大买卖。哦，干点什么去呢？哎，你说那秦始皇兵马俑值钱吗？值钱。我扛出一个来。扛到越南那边去啊！我卖了也发财了，来俩，扛住俩去。今天来俩呢，人每天晚上人的保安都点数。是啊，啊，这么先进？您见过什么呀？这数学不好，数不了这个。啊，扛住俩就他点数。是，哎，你跟你爸爸现在闲着了吧？我给你们爷俩糊上泥，跟那儿站着，啊！我卖了钱回来接你们。你要卖不了怎么办呀？看呗，甭看了，就死那儿了。我们爷俩就，爸
看见了，这人性的刺，这叫人性刺。我的幸福你支持不了，我没法支持，你自己干，我自己来吧。哎，我干一大买卖。哦，我把家里炉子什么都倒腾出来了。干嘛？干一买卖。什么买卖？宠物火葬场。头回听说这个，现如今啊，啊，这人呢啊，养狗养猫这个是保齐就死了。对呀、啊，拿来吧。干嘛？我给你烧了，哦、烧完之后弄个盒，弄好了抱家去。哦，这是个念想，骨灰没人干，是没人，这叫非智啊，对不对？反正这打一开张买卖火了啊、哦，有人来都来上这烧了，小猫小狗都有。哦，当然也有这捣乱的。是啊，啊，500多少钱？我500吗？写着呢，嗯，给我贴上35厘米啊，这。下边500哦，55厘米以上大的啊，嗯，800论个，我这给20行吗？你讨厌吧？嗨，20，他我要500，记住了，嗯，35厘米以下的500，嗯，不是，你烧个蛐蛐费这么大劲吗？蛐蛐也烧啊？费要这么大劲吗？啊，别废话哦，别废话，规矩知道吗？不花价，昨天来一个花800，我都没给他烧什么呀？骆驼，哎呢？那也没法烧，不给你烧，没那马炉子。走走、嗯，我走，真不玩是吗？啊，走也行。是，把羊肉串钱给我。哎呦，卖羊肉串的。你怎么那么贱呢？上来呢？不是，怎么了？这小肥肉这仨人，您听听，不就有说我们有点胖吗？对，烧饼，嗯，岳哥是，还有我，他这管我们叫骚浪贱组合。对，今天我也是很荣幸，骚浪剑三个人我都给捧哏了。你饼哥来说，确实那骚饼、嗯、确实够骚。咱说良心话，谁是烧饼？都这么叫他吗？你们都这么叫啊？啊，岳哥来说，嗯，那剑那有目共睹的。啊，但我这浪我觉得不够啊。你说是说你浪不够还是你不够浪啊？我觉得我挺正常的呀，确实啊，现在我跟人家倒是比不了，跟人家那帮刚才那个郭麒麟啊，啊，那小鲜肉啊，那是小帅哥吗？对，那现在什么张云雷、郭麒麟啊，呦，这都小鲜肉，长得好看啊，漂亮，长得帅呀、啊嗯、像我们这个就不叫小鲜肉了，叫老腊肉，这不您这个肉松、嗯、我招你惹你了？你我就我自己还说我老腊肉，感觉我连老腊肉都不是。我们都腊肉，您肉松了，肉松饼都这个了。行，还能打成饼还不错。您想想啊，人家都是什么粉丝，年轻小粉丝啊，什么郭麒麟我爱你，是到您这儿还有这样的吗？哎，你这也有这不开眼的、啊，这帮爱吃肉松的嘛。我跟你说，这来对您现在热情不减的，也就是剩下那帮街边的小粉灯了，依旧对您热情洋溢，然后您还不敢进去，心有余力不足。谁说我不敢？哦，我没不敢。别胡说八道啊！真是这于老师说，年龄大了，年龄大，但是心态年轻。哎，就主要是心态，真是这样的。对，包括我师傅，嗯，于大爷啊，心态年，比方说人家抽烟、喝酒、烫头，嗨，这是一种心态的体现。哦，对不对？开心，嗯，人活着为了什么呀？是啊，就为了两件事嘛，哎，对不对？一日三餐，嗯，对于很多人来讲，虽然说简单，哦，但是我觉得并不简单。怎么还又不简单了呢？每个人享受生活是不一样的。哦，烫头怎么了？对不，我自己有人说岁数那么大烫什么头啊，嗯，不要理他们，是吗？叫我师傅来说，嗯，打扮的年年轻轻嘛，是总穿些名牌，对不对？郭老师纪梵希穿他身上就跟贵人鸟一样。没有办法，这长相差一点，你不是小鲜肉了，哦，对不对？这点来说就不一样。但是，不是小鲜肉，我们就要放弃生活吗？也不是啊。你这都说的对。你，那我们的于大，于大，这个哎，说相声的，你把嘴弄清楚了。哎，到您这儿北京人吗？北京人也不能是于大啊，你这。
谁说鱼蛋啊？我说鱼蛋，这么儿化音吗？就你就叫名字，直呼其名都可以，对不对？人家到哪儿现在，嗯，玩去，有这个吧？哎，我喜欢玩，对不对？你说养鸟，弄个马，小马场都知道了，嗯，开车，豁沙子，有这个吧？你这么大岁数有这样的吗？我上七里渠了是怎么着？我是豁沙子。到哪儿玩的有没有？沙漠里边越野那叫。平常开那个那是偶尔的越野车，嗯，还有什么豪车叫什么？那叫什么？四个字叫沙马拉蒂，有那车吗？玛莎拉蒂，孩子，沙马拉的那是马场，我们那儿的那个。对对对对。啊，玛莎拉的。对，那是豪车。对对，玛莎拉的、啊。对。怎么老像东北出的这车？不是玛莎拉的吗？玛莎拉蒂，你给他说清楚了不行吗？甭管那标志是不是一个叉子？对对对对，我一直管这车叫闰土。嗨，哎呀，你就别胡给起名字了啊！现在人家到这个岁数开这个车，我觉得是身份的一种象征。反正有钱开点好车。但你说小鲜肉现在也开这车？人开那车比我们开着车豪车啊，大街上都是。是吗？到哪儿都有小鲜肉到那炫富，你看各种豪车，哦，开什么？又今天在门口遇见一位，什么？开那种什么车我也不太知道，什么布加迪金杯啊，还是什么车？啊、金杯，叫什么？威龙，布加迪威龙。对对对，车、啊、大老远过来了，嗯、声音特别吓、啊。哎呦，这是后边拖着狗呢，是怎么着？这车后头，声音嗷嗷的、啊，炫富啊！好家伙，过来我瞧不惯这个。你看不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你要干嘛呀？一咬牙，一跺脚，嗨，伸腿绊他。高人呐！您猜怎么着？怎么样呢？差一点腿折了。那就是没绊上。嗯，他没敢压我。哦，从旁边擦脚而过呀。擦脚而过呀。对，正好脚边有个小水坑啊，啪一下，崩了我一身的水。那也是报应，全湿了哦，全湿了。当时我就发誓了，嗯，等我有钱，怎么样？一定买一件雨衣。哎，这嗨，哦，拿雨衣砸法子，您甭管这个啊，我瞧不惯他们、啊，但是我觉得了，人就得人得积极向上，这说的对，人得努力拼搏，是是是，幸福是什么呀？啊、幸福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你瞧，他懂，对不对？反正到年底了，嗯、别的不敢说，最后一搏、嗯，怎么着？干好了以后叫我张总。咱们迪拜见，干不好叫我张某，咱们法治进行实践。怎么那么瘆得慌啊？你这启示，你要干什么呀？就这么着了，对吧？咱也得努力，咱得，凭什么人家就掌声热烈，哇，呐喊声此起彼伏的呀？啊，到咱这儿很安静啊，对不对？不是。这是大伙儿怜悯，这咱知道啊，就是小鲜肉红这了不起，这咱能明白。不是不，你呀、啊，这么着啊，你说清楚了，要不你法治进行实践，头天我们给你在这儿鼓的掌，这个受不了，我们这担不起这责任。您甭担心啊，就是观众鼓掌也是看您面子，我也知道观众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啊，也就是您的爷爷奶奶。对，这种谁说？不是不是，是我的爷爷奶奶。您的衣食父母，也没，这都是衣食父母，对不对？啊，于老师心态年轻啊，这个来说啊，人到现在不服老，什么小鲜肉人家不在乎，也没有太老啊，对不对？一直都是在都在时尚的前线、前沿、前列、前就那儿待着啊。我待在这儿那么骚气吗？这地儿？走在时尚的前沿啊，前线都知道于老师好唱歌吧？啊，这都知道吧？喜欢唱啊，哈，你各种。平常自个儿总唱，哦，什么我唱歌带捧哏的，我唱歌带捧哏，捧哏捧习惯了。怎么唱啊？自个儿唱也给自个儿捧。啊，我要从南走到北，迷路了；还要从白走到黑，还没找着。哎，我要让人们看到我什么呀？嗯，不知道我是谁，哎，不出名儿。嗨。我贫不贫呢？我这，是不是？以后您要唱啊，我觉得得唱那种啊，唱那种，最起码有捧哏的歌。哪歌有捧哏呢？大雷要下雨，雷哦，下雨要打伞。你们捧啊？
不是，这咱不会，你得教教我，对不对？这个歌来说都简单啊，于老师唱都是那种摇滚，当年人那个年代，人家小鲜肉那年代过来的呀，摇滚范。于老师血液里都是摇滚，都是流淌的叫摇滚的血液。那就是心律不齐呗，那就。啊，还啊呢？我佩服人家呀！啊，唱歌的谁不知道于老师啊？而且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前段时间听的儿歌，都是唱于老师的。儿歌还有唱我的吗？我们小时候唱都是跟于老师有关的儿歌。什么歌啊？这么唱的？怎么唱？您听听。哎，好好。笑了笑了，哎，乐一个乐一个。不是，我还没听过我题材的儿歌。哎呀，我的天儿啊！破鞋露脚尖儿，嗨，老师让我交学费呀，我说等两天儿啊，嗯，没鞋我光脚丫儿啊，嗯，外边飘雪花儿，邻家小妹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儿啊，嗯，她是我的心肝儿啊，起名叫小娟儿。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比我胖两圈儿。哎呦！如今他有了钱儿了，哦，给人当小三儿。德云社里说相声的那人叫于谦儿啊。去，别胡说八道，多好听！好什么？走，不像话，不像话！快，走，快，去。啊，给他轰下去，给他轰下去，一点六没有，不正经，上来一点数都没有。不是，您这夸他呢，不挨着，这说您那事儿也不对、啊、哎呵，你看这当时捧你的。不是，这不挨着，这说话上来就没有准词儿，对不对？您像我们这个观众就知道给您上供，对不对？你看见没有？什么叫上供？拿我当死者啊，说的话我都不爱听，我也不爱听。人家这节目也不知道谁给琢磨的，这名字我也讨厌。怎么？这谁统筹谁是？啊，写的什么名字？还有什么小肥肉？啊，他们就叫这么叫。我爱听吗？哪儿全是肌肉啊？咱，对不对？那腹肌，那人鱼线，那人鱼线呢？啊，前后的人鱼线啊，哪有这玩意儿人鱼线？后边那叫什么？骨沟线啊。哎呀，行了，你叫什么线也不让看，对不对？说着我就不爱听，嗯，对吗？但虽然说我们德云社，我们也有小鲜肉，是有，逐渐的就走成这个偶像团体了，对对是，对不对？嗯，咱们现在德云社是亚洲最大的传统艺术男子天团，嗯、对不对？他们有这么叫我们，洋气啊，对吗？你看我那微博的名字都改了，您改叫什么？烧饼 DYS。DYS， 哎，德云社呀 ，DYS， 哦，对不对？啊，就这么个意思了啊。谁说最骚？谁说最骚？啊，第一骚，他们老说都第一骚也是 DYS， 他们。啊哦哦，那你们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都行。嗨，一语双关，一语双关、哦，怎么理解都可以啊。对，看观众含义了，对不对？啊、哦，当然，说实话，我觉着他们说他们是长得漂亮，嗯、咱不恭维。哦，不恭维，哎，确实好看，还不恭维呢？您这个确实好看啊，这好看。关键你看小鲜肉这几个人啊，你哎，确实好看啊。郭麒麟是，对吧？啊，那是以后的少东家，确实好看。哎，我们没有一点恭维的意思啊，没有，一点没有。是您这对对啊，也不敢说不好看，对不对？嗯、那个张云雷是多好看啊，对不对？我也不敢恭维啊。说的不好看，他生气呀、啊，他气性多大呀？你想想吧。啊，对，这个可千万不能说，对不对？我不敢气他，我怕我气他，我弟咣就下去了，咣就下去了。有这气性，还不如说郭麒麟呢，对不对？那算了，以后班都没了。谁别说了，长得再好看有啥用啊？改流氓了，你说是吧？对不对？行，人确实也好看，咱没无话可说。对，但是说实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发光的地儿。哎，这话没错吧？这话说的对。您说于老师在我们德云社、嗯、没来德云社之前，嗯，一直这么多年不也是碌碌无为吗？你是想捧我吗？不是，就是说您发光的点是你得找出来你再说呀。你没找出来你就光说碌碌无为。有、啊、最近有发光点呀。你说这您撸狗有吧？
猪狗，对不对？回不了家弹狗，咱也不知道，对不对？人家弹吉他，您弹狗，你说狗也有吉呀、啊？对对这弹吉的，你对您撸狗管什么用？对不是，这人拍片儿，就说那意思，您有很多的闪光点，拍电影拍的好吧？哎，谈不到，对不对？小鲜肉比得了吗？没您这个戏足。哦，演戏，对不对？那《战狼》卖了60多亿啊，对不对？有您什么事儿啊？啊，咱就说多新鲜。废话，您不还是在我们这说相声吗？哎，这没什么事儿，你别提这个了，不就完了？你演技，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吧？啊，你倒说演技呀、啊？有演技吗？你问谁呢？我就说您对自己得有一个评价吧。你先评价一下吧。我没看。哎嗨，那你跟这废半天话。我支持他，他都60多亿了。哎，对，愣支持。他还差我这点钱吗、啊？对，那也不给，对不对？啊、就说人家在于老师那个演技，确实人家屈指可数。我就谈不到。当然，小鲜肉人不是说光长得好看。哦、人家也努力呀、啊，谁都得努力呀、啊。对，哪个成名的人也不是说上来就成名，哦、对不对？谁也可能不可能。是是，人家长得好看，人家是其次的一个条件。哦哦，这算其中之一。对，啊、我们也稍微说稍微差一点吗？是差一点吗？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不是我自己长成什么样，我心里没个数吗？对不对？哎对吧？咱对自己应该有个正确的评价。对，我们家起码有镜子呀。我不像张鹤伦这样的，他都不敢自拍。啊、哦，他不行，不敢正视自己吧？那还是照过镜子。哎，对不对？岳云鹏不 PS 敢发微博吗？那、哦、微博都炸了，我跟你说吧。是是是。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还知道家里边知道自己长成什么样。哦，这是。开始不好看，我们后天我们努力呀。这好看，这后天怎么努力呀、啊？减减肥呀、啊，让这个五官更明显一点啊。哦，这能一减肥就能明显一点。瘦啊，减肥跟整容一样啊，咱花不起钱整容，还减不了肥吗？哦，减肥可以是吗？对呀、啊，人家小鲜肉，咱们韩国欧巴不一样吗？韩国欧巴跟小鲜肉有区别吗？两个区别，对不对？啊，咱这走的路线不一样。您说说有什么区别？起码来说，咱身材好吧？哦，身材好。小鲜肉人家瘦，是我们壮。啊，对，体型、哎、身材好，人家眼睛大，哦，我们眼睛小，这有点拿着不是当理说了，怎么的？怎么的？人家眼睛大是漂亮，你眼睛小还当长处说呢？怎么的呀？怎么的？他们死了不能瞑目，我怎么都能瞑目？哎，对，你活着就瞑目了。哎，怎么的？怎么的？嗯、我也拉双眼皮了，你啊、哦，没看见，内双，对。对，哦，好家伙，不好拉着的，翻开眼皮拉的，您这，大夫那多收我2倍的价钱，是啊，把我眼球割下来，我跟你说吧，好家伙，哦、那是当然了，我们这腿也长啊，这个倒没大长腿啊，哦，腿长，对不对？脖子以下都是腿，脖子以下都是腿，脖子以下就是腿，腿长，那这就是您的裤衩了吧？感觉。这么说，咱爷俩是同款的裤衩、啊，嗨，都是一字裤啊。没有，我腿短，哎、没打脖子分下来。哎，腿长就形容大长腿，韩国欧巴都得有这个。哦，韩国欧巴都是大长腿。哎，大长腿。哦哦。哎，腿长，在底下开叉。哦。哎，腿长。哎，韩国欧巴还有吗？哎，当然有了。哦，长得虽然说不好看，但是近看，哎，人小鲜肉都长得差不多啊，都长得漂亮，差不多，记不住。脸盲、哦、我们这近看，哎呦，这长成这样啊，就是一看下一辈子。哎，对了，恨死我，对不对？哦，近看、哎、怎么了？再说我们长得不好看，我们有媳妇儿，对啊，这也值得炫吗、哎、怎么的？我们娶了媳妇儿了，你说你长得好看，你有媳妇儿吗？你有对象吗？你敢说吗？这几个孩子他们还真都没对象。你看看郭麒麟到现在连女孩手都没碰过。那我。我兄弟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干一美甲师。老有人摸手。哎，老摸人手。哎、哦哦、那不我小时候3岁啊，我们边上那小姑娘，嘿，我跟您说吧，行了，不说了，法制进行时间。到这儿了、哎、对，多再说、啊、法制进行时间了。哎。
给我们这瘾勾搭上了。就说咱有媳妇儿，咱结婚了，等咱有那么句老话说的好吧？啊，好汉无好妻，嗯，赖汉娶娇妻，有这话吧？有这话，还真是老话。怎么的？我们媳妇儿长得也不寒碜呀，对不对？你再说了，怎么哪个好看女的就不能找我们这难看的呀？张旭科都找着景甜了，怎么就不行呢？对不对？我们差哪儿的吗？这就是当时我们的佼佼者，我的骄傲啊！这个骄傲，别对不对？为国哪儿找出来的这？就说人家有这个案例。再说我们不好看，我们有先决条件呀、啊。好看的人，我发现都不是特别诚实。怎么不诚实？有女朋友了，嗯，搞对象了，也不敢对外公布，都说自己单身。你瞧我们这有啊，长得贼难看，出去找小姐，说出来都没人信。对不对？就说我就出去，哎，找小姐去了，没人信，人都承认了，没有人信。你说的我都快按着岳云鹏整容去了，对不对？人就说我不是我找的，洗脸盆找的，你也行。洗脸盆找，洗脸盆找的，好家伙，对不对？你说这头一回听见这个理论，哎，你想想，人就是心态得端正。对不对？又说到心态了。对，你想他们虽然说长得好看，但是我们难看，我们也没说不高兴啊。那这心态要好，要放平。再者说了，演员拼的是什么？拼的什么？拼的是演员这个技巧，那基本功嘛。对，我小时候我基本功多扎实啊。他们竟天天描眉画眼的、啊，我呢竟背绕口令，能一样吗？哦，那是不一样，练功嘛。小时候练那喷口绕口令，我背的比谁都多。你练过呀？当然了啊！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炮兵说：“北坡的标兵人太多了，咱们跑吧。”嗨，怎么的？你这绕口令跟评书一块儿练的吧？怎么的？就六艘，这六艘过了，您这个、哎、就练到什么程度？招魔呀！这玩意儿还招魔呢？招魔，人家小时候人家练啊，瞪张 A4 纸跟这背，不能有唾沫星子啊。这纸上没有，就仅此而已了啊。这还不行啊？我怎么练啊？拿着 A4 纸顶着嘴练，每次这喷口，把这个纸得掀起来，有劲儿，喷口吹起来吧，这纸嘴皮子有劲。嚯！练到什么程度啊？啊！吃完早上那糊我都不吐。留着干嘛呀？留着啊，防身用。怎么防？谁一欺我，拿这壶当我就钉死他！我跟你说吧，枣壶钉啊，您这哎，就这么厉害。打小您练武，嘟，这么练、哎，就这么厉害，嘴里有劲。那您甭说相声了，怎么了？您搞装修去得了。啊，那钉个三合板标皮板子，嘟，您就全钉上了吗？是吧？不是，就您不是对，您有点烦、哎、讨厌。不是讨厌，您这功夫练，您多危险啊！怎么危险了？耳钉就是自己吹上去的吧？不是，师兄弟对面练功，对不对？八百标兵不？别，您有点老来俏了，有点。我都没听说过这么练功的。哎，你要不要打一个雕钉？我给你打一个。不用。不用不用，讨厌！不用你这么这么聊天，咱爷们聊天，我也生气了。我跟你说，生气了，我跟你说。行了行了、哎，生气了。不，你说这个道理是有的，存在的，存不存在？但是不能说这样，这么过分了。而且我觉得男人不一定非得靠外表，啊，这个是对的，对不对？好看是好看，不好看我们也活下来了，没说出生的时候就掐死呀。那有善良的人，这个。啊，感谢护士们，不，没把我跟胎盘一块扔了就不错了、啊。这个到底正常的活着吗？这应该是心态好，大家都一样，对不对？所以说，我认为男人不说是长得好看，哦，得有一份担当。太对了，没毛病吗？是的，你长成什么样，你什么小小肥肉啊、老腊肉啊、肉松啊，没用，这是个外号、职称。对我们来说，男人最重要是担当。对，负得起责任，说得好，对不对？照顾好家，哎，家庭、事业，嗯，妻子，哦，我的父母，是，这都得照顾好了，让他们用好的、穿好的，嗯，住最好的，这是男子汉嘛，尽我最大的能力，说得好，不是小鲜肉怎么了？嗯，我虽然说我不是小鲜肉，但是呢，但是我骚啊，嗯，嗨。
哎呦呦呦，一个，啊，好家伙，这骚浪剑呀，实在是受不了。给我的吗？哎呀，你说上来还都有送东西的，这骚浪剑的名字不白得。还让你抱一个呢。哎呦，你这开超市去了？这是为什么送我浴发液？哦，跟你师傅商量商量，以后咱这场桌得变大，是不是？哎呦，这怎么这样？我什么时候有这个表情了？啊，行了行了，嗯嗯，谢谢各位，谢谢。哎，今天是封箱啊，我在往，那个后头听了好半天了。是吗？他们说的那叫什么呀？那都是。哎呀，我不瞒你说，早我就听不下去了。是不是？可不是吗？没有一个有正形的啊，一句好的都没有。张鹤伦说您什么肉松的好听吗？那都是啊，你就别说了。烧饼说自己。长得恶心是不是？说自己没有人样是不是？对，是吧？嗯，说自己脑袋以下就是腿。是，他爸爸圆规呀。你怎么找的这东西呀？你是不是道理吧？是不是脑袋以下就是腿？那不是圆规吗？那不是？还说您说您说。圆规的儿子上来了吧？你又再说有洗脸盆找小姐的吧？来画个圈来，哎，好，你还撞墙上你？这什么玩意儿都是，不像话。还说您没有演技啊？我都听不下去，是吧？虽然很开心啊，但我是，啊，谁呀，啊？啊，听完很开心，还听不下去啊？没有，不是开心，生气。真的生气？那当然了。哦，战狼五十多亿跟你有没有关系？到底有没有关系？你说呢？那都说没有，那我就没辙了。哎，这嗨，行，你就别走群众路线了。你这本来我想说有了的啊，其实于老师优点很多。你瞧，这也就是你说句实话，对不对？啊，多棒啊！啊，我大爷跟我师父那么多年，嗯，任劳任怨。嗨，我师父说什么都是点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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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都没关系，对不对？嗯，我师父说您什么，父亲是干这个的，母亲是干那个的，爷爷干那个的，奶奶干那个的。哎呀，干哪个的呀？你老那个那个的，干哪个的？没法说，没法说，不够播出标准。我们有那么龌龊吗？我不爱听啊，不爱听啊。哦，这于老师怎么了？人家里多棒啊，他父亲。啊，于老师的父亲啊，正经，别比划，啊，练武术的，身体挺好的，对不对？是啊，小时候就武术队练，嗯，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被人给囊死了。那是练武术的吗？那个是，谁都怕菜刀啊，对不对？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嘛，哦，让人给囊死了。哟，那年九岁。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你这不晚期啊？不是，你先等一会儿，我父亲啊，九岁就让人囊死了，啊，那后边就没有我了，怎么回事？你问谁呢？怎么回事？我问你呢，我父亲九岁让人囊死，那肯定后边就没有我们这哥们弟兄。哦，还包袱不成立是吧？你还没弄好就上来了，什么意思？你这就是，哎呀，我没退什么票，十九行吗？十九可以了吗？
不是你打听清楚没有啊？反正，哦，明白了，你大爷。啊、你大爷。怎么了，大爷？有骂街骂自己的吗？大爷，你大爷怎么了，大爷？没怎么，大爷啊，我服了，行吗？你要说什么呀？就我夸您，哎呀，我语无伦次。我一点都没听出你要夸我来呀。他们说半天都没有夸您，我想夸夸您呢。那你倒夸呀。这你说你大爷岁数不大，但是你爷爷活的岁数大。你要说又改说我爷爷了？哎，啊，你爷爷活岁数活到115岁。哎呦，那可是高寿了。高寿啊。是。他爷爷年轻那会儿在村里。哦，农村。啊，后来也在村里。这一直就是农村，不是就完了吗？啊、对、啊，一直在农村。嗯啊，有一个记者听说他活100多岁啊，这得问问呢，打听打听啊。哦，就报道一下，采访一下啊。好啊，去采访他了。他爷爷、哦、躺在那儿。哦，大爷，嗯、啊，挺好的吗？哦，就别答应了啊。啊。挺说话。啊，你吓我一跳！废话，再给你爷爷吓死！不是你，去！不是，废话，你老不说话，躺那使什么相啊？你跟这儿怎么了？哦，大爷，听说您岁数挺大了啊、嗯？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嗯，100多了。哦，哎呦，活100多岁了，这呀太好了！您平时锻炼身体吗？嗯，不锻炼，就躺着晒暖儿。晒暖儿就是晒暖儿，晒太阳。嗨，你说晒太阳不就完了吗？晒暖儿、哦，白天晒暖儿，哦，晚上找一个暖儿。我爷爷还天津人，不是，就你别冻着。哦，哎，大爷，那您喜欢吃什么呀？嗯，小米粥。白天小米粥，哦，下午小米粥，晚上小米粥，一天三顿小米粥，每天晒暖，天天小米粥。但你大爷，您的梦想是什么呀？嗯，我想死。哎呀，嗨，我要是天天这么吃，我也想死。20多年了，我想死了20多年了。那是20多年没见过大米，你知道吗？死不了，我想死。哎，活得太惨了，你。到您这儿好了，我这改馒头了、嗯、不是，现在说了相声了啊，条件也好了，哦，对不对？正经啊，咱就夸夸于老师。你这对了，对不对啊？于老师事业爱情双丰收，反正都不错。事业跟我师父这么多年说相声，在台上嗯摸爬滚打，嗯，也赚了些钱吧。啊，挺好，对不对？是。爱情从小就跟我那大娘嗯就是青梅竹马。哎，对，我们是两小无猜。对对对，一个学校上学。哎，我那大娘名字也特别好听。哦，叫刺激。哎，我媳妇叫刺激。杨刺激。杨刺激。哦，还是个外国妞。哎，这不北京妞，北京妞。那叫杨刺激。哎，姓杨，杨刺激。哦，知道吗？嗯。排花。什么？当时是个排花啊。什么叫排花啊？在你们班最右边那一排，她最漂亮。嗨，那能有几个人跟她比呀、啊？那个，那也挺棒的了。排花啊，五六个呢，那一排啊，有男有女，好家伙，排花、啊、还有男的，当然有男的了。哦，烧饼都在那排里头呢吧？那我不知道啊。排花哦，漂亮啊。后来上了大学了，是上了大学以后啊，嗯嗯，就是校花了，啊，那就范围广一点了。对了，后来参加工作，保险公司啊，显花，显花。对了，显花，保险公司显花。哎，后来去那个税务局啊，哎什么？说不出来。哎，想得出来呀、啊，说不出来。哎，啊，他就追自己的那个。女朋友上大学以后啊，也没有追到手。哦、我的朋友说你相声后台去追一个呀？哦，追不到，是吗？五门相声后台啊？五门相声后台，你瞧是什么口？五门相声后台，不是北京腔吗？
北京腔也没有这么说，你说普通话。我昌平人，我就昌平人说什么？我这说话不满当，怎么着？河南人就是、啊、我们说谎别满当乡人，你这。他就追他那个女朋友，嗯，哎，小区门口，哦，想进去追，找人家呀，保安拦着了，嘛呢？嗯，干什么？那个我找刺激，找去，那是得给我轰出去。我们这是正经小区啊。废话，你给我玩去玩去，不是我找刺激，我你跟他说清楚，我女朋友叫刺激啊，什么？住哪儿？哎嗨，你也要找去是怎么着？不是啊，进去找吧。啊，哎，杨刺激门口站着呢，就别提这名字了。门口站着呢，嗯，他那个杨刺激喜欢唱，喜欢唱。哎，他姓杨吗？哦，我给您唱一个啊。哦，他女朋友那会儿唱，在城东有一个，那是杨家的庄啊，有一个老员外，他就本姓杨啊，一辈子无有儿，所生下一个女儿啊，这姑娘长得强，婚姻大事没有妥当啊，杨姑娘终朝每日盼想夫郎啊，这一日闲下来无事，站在门旁啊，走过来小鱼千寸俏的郎啊，大眼珠子高鼻梁，闲来没事嚼冰糖，走上前来尊姑娘，这姑娘长得可是真漂亮啊，流氓啊是怎么杨姑娘看看四外无有人行啊，低言巧语口尊相公啊，今天晚上咱们两个来相会，要相逢在三更，来趟我家中不中啊，我丈夫不在家，咱们两个离根冷啊，像话吗？还有丈夫，爹妈不在家。对呀，杨姑娘杨刺激对你有意思啊，那就好啊，三更天去能不去吗？我得去啊。二更天就去了，早点一开门，两个人热情的拥抱。嚯，第二天早晨杨姑娘送您的时候依依不舍，恋恋不舍，那是哼哼唧唧唱出一个小曲来。还又唱什么了？送情郎。哦，怎么唱的？特别好听，我给您学学啊。你唱唱。一不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啊，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洞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下小雨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难呐，顺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西呀，一抬头
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凉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压着点送没压住好吧，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王八驮石碑呀，若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只因为他说相声桌子挡住了腿。我也去